干嘛？附魔台吗？有我要有有，副歌，好，副歌那个好哦，核心破坏稿，我要丢附一给你下。吗？你就直没有，接你直放接放啦，回我觉得来。复活台可以放回来啦。因为只要有人放一直哪有在守家的话，其实哎，不用放家里有人来喽。要放放哪里中，哎哎，他怎么感觉这怎么放速度变慢了？对啊，这样怎么你放？放这一个吧，这个吗？哎，有人来，有人来挖了。为什么有一把剑的名字叫做巧克力啦？放不下去呢，但是。没有啊，可以丢吗？可以丢吗？可以可以，那个可以丢，那没关系。重点是不是我杀的？因为他放要从外面。兔兔兔兔，掉！你的土还在你身上吗？有人过来，有人过来。等下子我们退。我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。复活台可以放出来吗？我不想放啊，可是。等一下，你就放出来嘛，好不好？我要放啊，可是你们要弄个位置让我放啊。他们大箱子里面有好多垃圾哦。你在那里啊、哦？对啊，我在偷翻他们箱子啊。不可以讲出来。你讲出来了。延迟了，延迟，有延迟，有延迟，有延迟，没关系。那就。哎，点点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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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点名，是谁？是谁？是谁？汪汪，快跑的！快点！快！你混吃等死啊！谁啦？还有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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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咬你的靶子！谁？很远，我在很远啊！那个有谁可以附魔的？我在他们家拿了三把弓箭，空的。我们点点名点输了。我已经回来了。哦，你回来了是不是？谁要附魔？哦，我的中介箱满了。中介箱满了怎么回事？中介箱满。你是不是放一堆铲子啊？我没有放一堆铲子。我们这场已经输了，点点名输了。我的什么效率高好不好？哎，那个三 B 右边很两个人来。我有看到了。哇，他们家还有铁锄头哎，好厉害！干嘛干嘛？铁锄头。他今天不是我啦，我啦我啦，我喝的我喝的，不用讲啦。我小雨小雨等我，小雨等我，好好好。哎，他居然闹伙伴，那个什么乐色叫阿纪帅，又在翻箱子了。你连红萝卜都丢了，汪汪。阿纪帅，肯定要我在这里有地耶。啊，我不要在这里跟你们斗，你们等下射箭射到我。哎，我在这里。哎，家里好多人，我来了。哎，我们家，我们家。哇哇哇哇哇！哎，要输了，输了，输了！我们家输了吗？对，我们打不动他，打不动他。好好好，好了，我现在也要当宅。哎，怎么那么痛啊？我也是在家。我要当宅男了。哇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啊！没有见识了，我没有见识了，有弓没有见识啊？我有很多红，我有很多红石，被他斧头砍死了。只要见死，我丢了都没有复活装，估计都打不赢。太多人上来了，太多人，太多人了，太多人了。对啊，我们都只有一两个过去。知道药水摆哪哈？大概知道就好了，不讲了。好，好。哦，双倍！哇塞，哇塞，真准时，真准时！哇哇哇哇！准时！不行，我要去外面。不行啊，他那个全套附魔，装备太鹅了。丢没有人来？我们都没有人弄经验吗？放上面，不应该放上面这箱子，他们会翻呢。啊！他们超好翻的，我没有放，我是放在，等一下，我刚只是说，好慢慢吸，去拿，没有说让翻，去死啊，都没有人在弄附魔，啊一下而已啊，我突然觉得他们杀人狗还蛮开心的，对啊，我好想用盗贼令把那个哈基帅给抢过来，哈基帅，哎有人有人有人有红红，有人来了，巧克力，巧克力又是你哦，不是我。哦，巧克力怎么那么烦啊？哎，有人在挖地道啦！又有人在挖地道，哦，他们从哪里挖？歪的。哎，巧克力，用巧克力杀死了。就是巧克力，巧克力用巧克力杀死。哎，有人在挖我们家那个。哎，这个剑跟哈基一样，然后我们箱子里面根本没东西。哈哈哈哈哈！有人在挖，有人在挖。我们箱子里面完全没东西，听起来超难过。哎，有了，有挖，不是挖到，杀到，杀到了，杀到了，讲错。哎，我被堵在下面哦。汪汪，你不没有过来吗？
这人被打，汪汪你被打。我早就不在那了、啊。有人在里面。哎，大家好乱哦！去拿哦，自己去拿哦，药水。好。还有药水，战斗员自己去拿。有铁的资源吗？臭老弟，臭老弟！铁资源刚刚还有在挖吗？如果没有，好像就没。矿那个我有两组铁，你们有需要吗？有啊，不，我有两组半的铁。刚、欸、刚你不应该放那里，因为你可以把半组放到箱子里。挖这吗？好，对啊，他们刚刚挖，我放到中间箱子里面了。你讲，可是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对啊，现在没办法拆掉了。啊！随机任务，骷髅头，我赌蜈蚣，哇哇哇哇！有没有这么刚好？我刚好在中间。哇，好溜哦！再来再来溜溜！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我要去绕后面，不要打我！不可以讲出来。你要是我要绕前面。什么功啊？强力一而已，你也敢不？你们不要一直想来打我，走开！喂喂，汤马斯！有人喝隐形药水。我刚看，哎、欸，我们在家里上面上面，有点危险啊！这个超痛苦的，现在大家各种砍呢、欸。没有，因为看不到，看不到，看到了打不到，看到了打不到，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我来，我来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睡哦，睡哦，睡哦！继续，继续，好猛啊！哇！今天要靠你了，六六六！哎，我这是一直刚，一直闹，一直闹，哎！有人在上面，在上面，我们叫，我们叫，我们叫！小心，小心！家里要说话哦，家里剩16滴啊！有人喝隐形药水，在刚在上面挖。哎，我们要GG了。对啊，我们好惨啊！这是第一次吗？第一次，第一次，弄不到附魔装。有贴吗？我要贴，我要贴。打到！哎，不要再被打到了。好，不行不行，这样真的太多人了。嗯，哇，他们家好多人哦。贴在哪里？贴，我这边有，等我一下哦。好，你们要力量药水吗？有没有人要跟我一起去啊？我觉得一起去的效率比较好啊。我跟你说，小雨在哪？没有，我觉得你附个效率稿之类的啊。对啊，有我附啊。小雨，别别别别别别！我觉得你们上次加观众血量，我这次要加回来。啊！太多了，超不要脸。居然，哎，回到家有。回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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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好。耶！抢到他们的隐形药水了。Nice！隐形药水有办法自己做吗？哎、欸，有可以买，有那双剑，有那双剑，蜘蛛眼，要有蜘蛛眼。对啊，好痛，好痛！我用盾，我用盾。豆沙在干嘛？有没有在回家、啊欸？我可以拿，我如果拿虚弱药水丢他们，然后我再挖可以吗？挖点名的，点名的，点名的，挖铁矿的。挖铁矿。点名了，来挖铁矿的。回来点一下名啊，伙伴。点名啊！点名啊！他们说全部上了，他们说全部上，怎么回事？那我们也全部上啊！不行，我们不行啊，我们先收手，我们要守住。我们有那个吗？我这边有对方的隐形药水。有人跑来我们家，有没有无敌？有没有无敌？苦力怕，苦力怕。对，有没有无敌？弄一下啊！哎，有人来喽！苦力怕，苦力怕！不要贴，不要贴，不要贴，不要贴！好，旁边有人哦，你们打一下。旁边 ，CD， 哎，哦，有人掉装了。罗克利，有人掉装了，我捡到了。好 ，OK。谁要哈基帅？我们全部人都跑。我都是打到草啊！哈基帅，哈基帅来了！捡到哈基帅掉了！我丢了，我丢了，我丢了！啊，都盾牌，看谁要？哎呦，附魔剑！哈基帅，附魔剑！对啊，我强了，看你们谁要就给谁啊！哪里？给哈基啊，哈基！哎，那个上面有人哦，兔子，有人哦，又有人！我剩下这些舔暴君了，谁要隐形药水？不要闹走！我，你们看他中路，中路，中路！哎，他没有无敌，他没有无敌，冲了，他们要全冲了。对，哎，我闹了，守住啊！来了，他们来了。在超近的，不要让他们进来。有一个，我在他们家了，气死人了！他去帅加油啊！你们挡住了，有一个人挡在前面。门口站人就好，门口站人。有。不要跳下去打，跳下去打，打不动。后面有人。他们只要一直叠四就好了，我们就赢了。对啊，八滴十八滴，对，
来来，居然，哎、欸，有一个，有一个，有一个，有人，他们又来，他们又来了，居然还有人，小心小心，中弹中弹，中好中，记得举盾呢，记得举盾呢，我举盾，我举盾，他的有疾飞耶，那个哈蒂的剑，嗯。哎，刚刚谁捡到隐形药水？哎、欸，不，我没有，干掉干掉，没有、欸，给我给我、欸，又有人来了，又有人来了，快快快，我们快输了，我们快输了。他自己在哪？我在他们家楼上。无敌血、哦，还有多久啊？在他们家楼。举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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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击退击退。不要不要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不要不要。哇！差一点。哎、欸，第一次输哎、欸。输给观众了，打爆了！哎、欸欸，我怎么还在这里啊？交易所恢复营业了啦。实况组好烂哦！啊！来来来我觉得我这次隐形蛮猛的、啊。实况组好烂哦！我观众都说我在潜龙谍影。我觉得我下次还是做那个好了。没有，我们没有人有附魔的东西。对，附魔东西没有出来，完全都没有起来啊，经验都被吸走啊，都没有附魔，很惨哎、欸，不知道被谁吸走，吸走的人没有附。而且我们这一次没有盖高墙，我觉得高墙还好，主要是附魔装备没起来。然后没有人在，就是在中路进攻啊，我们一点点东西去打都打不了。真的，谁在用这个啦？全死光光，对了，谁啦？GG、嗯、所以你看，下次可以不用浪了。对啊，大家都会玩啊。有，我觉得这个加他们五十分，让这比数靠得很接近啊。对啊，差十分而已嘛。对啊，十二分，哎、欸，十哎、欸，嗯，对，十二，十二比零的。最后那波有那个无敌，不然如果有过去有敲到，而且是我们自己附魔都没弄到啊，就不知道为什么都吸不到经验。我觉得这次有点乱，这次工作没有分，嗯，工作没有分好的感觉，有点不知道该做什么。对啊，对啊，最后还去挖土嘞、欸，还在树里，看那个豪州多精彩啊！竟然长在树里哟、喔，哇！我觉得有点惨，真的有点惨。有啊，你们那个挖了很多，很溜了。嗯，第一次被打爆哎、欸，被打爆了！我好久没有挖那么多了，好久没被打爆了。我挖了24下核心哎、欸，从头到尾都没有装，一定都是巧克力啊！那巧克力好烦哦、喔，巧克力好烦哦、喔。第一次没办法花心思当酿造师，嗯，真的。对啊，有因为已经有酿出蛮多了，可是第一中路完全就没有人一起打，我觉得战斗员多一点会比较好啊。对啊，战斗人，因为不，我们不一定要打过去，我们只要在桥的我方这里、嗯、有几个人站着，其实就还不错。行，我一定要成为潜龙谍影大师。潜龙谍影大师是第一次体会到平行时空的感觉。要买三包啊！我、哦欸、你们看好恶哦！你们传送我这边，你看我这边挖的地道，他们超贱的。我看看，记哦，找一下。你看，我这边挖一个地道，然后他们就可以挖一个超深的洞。找一下，我一走过来就丢。哎，好溜、哦、他们，天哪、哦！哪里啊？哪里啊？然后我一走进来就掉下去了，气死我了！在哪边？在哪边？超深，直接到鸡眼。在哪边？我要看。哎、欸，他挖过来之后，他是怎样？他就出去了，是不是？我靠！他要去自杀。这个密道陷害法，好厉害！这好那个好，这好霸气！反密道战术，真的超厉害！哇、哦，好深哦！好深！我、哦、看到有人说动他挖的，六六六啊，动！真的是六六六！他们这里也太多仙人掌了吧？欸、仙人掌真的很讨厌，你知道喝隐形药水过来超小心走路的吗？就这样，然后超慢，然后这样跳过来，然后这边里面开始绕人，超可怕！直接打掉就好了啊！也很猛、啊，没有，因为他们一直都有两个人在家里面守。哦，你一打就看到了，嗯、是不是你绕边边，你从边边开始把仙人掌慢慢打掉啊，就打掉啊。可是他们是一个门站一个人呢、啊。哎、欸，其实我觉得仙人掌都在那边看，仙人掕这还好啊，就绕小心一点就还好了，就反正从旁边绕进去就好、嗯。只是要逃生的时候有点难逃生。你就打掉跳走，然后绕到旁边、啊、再打掉，然后再绕回去。哎，就拍勇哎、欸！哇，有人在盖建筑。
人烧了烧不掉、啊。还是村民建筑？哎、欸，你们还要打吗？你们还要打吗？对、啊，有观众都问你、欸。阿纪，你对阿纪出来这把剑吗？我还可以啊，看还要不要。为什么烧起来不是有保护吗？我刚打开，你刚关掉。哦，原来你打开了。我是邪恶不行，我觉得被打败了，我觉得很难过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再来一场。你在很难过了，超难过吗？那要那个、哦、更新一下 IP， 要等一下。好，哎、欸，那个我可能要先离开了。好，没有事。OK， 谢谢啊、哦，拜拜。谢谢，拜拜，辛苦啦，辛苦了，谢谢。拜拜，不行，还是不能让了啦，真的。好，那个没有，那要离开了，我们就会获胜啊。没有，怎么给白痴？我听得到啊！没有，点刚刚点点名跑腿最短的是谁？